今天再来拍个榴莲啊、哦！看这榴莲奇形怪状的，我老妈买，看看啥样。好臭啊，闻着！哎呀，这小榴莲奇形怪状，这呀，那，呦，衣服勾上了，咋样啊？这肉我家人们，看看，都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小块，哎呀，还行，挺大的，你看瞅着挺小。来一个，老公，熟透了这榴莲。哎呀，甜不甜？甜。这个有点硬，来一块这个。嗯，甜。喜欢我的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家人们，上个小心心，送播热门啊！谢谢家人们。